大家好，我们这一队叫班队。然后我们的主题是狗，然后就是可以让喜欢狗的很快就搜寻到什么影片啊、图片之类的。我们使用到的技术有 Google Azure Search， 然后跟 Pathfind， 然后 Yahoo Pi， 还有 Google Friend Connect 跟 Flash。这是我们的架构，就一开始是 Flash 动画，然后连接出去。就这是我们一开始的进版的 Flash。然后就点那个狗的鼻子就可以进去到我们的首页。然后那个上面呢，是我是用雅虎派的那个，就用那个 Flick 搜寻，然后我是用四五个 Flick， 然后搜寻不同的品种的狗，然后这边是狗狗的介绍，然后这个图片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切换的关系吧。就本来是在那个在左边一点地方，然后右边那个是新闻搜寻，也是用雅虎派做的，然后它会按照那个日期，就比较靠近的是在比较上面。然后再来我们看图片，图片搜寻是用 Pathfind， 可是它是只能够搜寻英文的，所以就有点麻烦。然后那个英文是米格鲁的英文。可能会掺杂一些不同的照片，是因为它好像是里面叙述有提到那个字的话就会出现这样，那也可以把它放大。然后再来是影片，你影片和 blog 的搜寻我都是用那个 Google Search， 然后按那个可以展开，然后上面还可以再自己看要搜寻什么狗都可以。然后再来看 blog， 然后 blog 是已经展开来的，然后它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用在 blog 写那个语法的时候可以，可是在影片的地方写就不行，所以就只有 blog 可以展开。然后它可以就是登录，然后如果登录，然后就加入社群，就会有你的名字，然后可以留言，然后也可以用地名的，然后都可以改，就是它有那个
就是这个网站啊，它里面有很多个，就是这是可以加入社群的，然后我们是用 comment 这个，然后也可以留言，对，然后像这个就是他们该开天窗用的，然后可以品，就是可以品，就是点等级，然后可以试试看留言。然后下面就会显示，然后可以试试看那个登录，然后加入社群。分享你的照片，你的狗的照片，然后这就是我们报告到这边。